会超耗长，因为斜角我是还。你不是会对角做做吗？教练那个肩膀那个什么？但是我现在有点排斥自己用这招，因为那你现在我怕我会依赖。现在应该大家打开心胸，就是什么都要去做。不要说，我觉得你可以练，你可以练，你不要超耗长，心都很开啊。可是因为这是我最弱的时候，我想练这个啊。不是，你可以练习抽平。有啦，我今天早上就抽平还简单。可是抽到我不是应该会被抓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抽到几颗好好都抓不到，因为前面的人没有那么大胆敢去抓那么快速，因为会打敲空之类的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，你抽不到后场的人，就是先练习抽平。那你抽平其实抽久，你慢慢会有力量，你就会比较确定打。对，不是力量的问题。你现在在。询问吧，我在质疑，你在询问，在怀疑自己，我在询，你在询问吧，你的口气是询问吧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来，先把球移到前面。我还不敢说质疑，我你在询问教练吧，没有，我在。